不好意思。你，袁小姐，找我有事吗？梁泽，是你吗？你回来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叫白泽。你在说谎，你就是阿泽，要不然昨天晚上我也……你是说，昨晚你试图扑到我的事情吗？不过很可惜，后面的事情我没有让你得逞，所以之后在公司，我们还是保持距离的好。真的会有两个人长得这么像吗？但他那种冷淡的感觉，确实和记忆里的阿泽很不一样。啊！回家路上，看到有人像只流浪的小狗一样蹲在路边，需要帮助吗？谁是小狗？袁小姐既然不需要帮助，那我走了。和梁泽一样的吧？我一定要搞清楚你是谁。我不管，我走不动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你少吃点吧。你胡说，我才90多斤，你不行可别赖我头上。你确定我不行？你说巧不巧，我前男友就是这房子上一任主人。你的私生活我不感兴趣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啊，你好不容易特意送我回来，就这么让你走了，我多不好意思啊。我请你吃饭吧。真不用了，谢谢。不行，这有损我待客之道。我，所以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？不是，你别误会，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而已。你在客厅坐一会儿，我去给你做饭。你们家是没有别的可以用的食材的吗？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海鲜大餐，难道不合你胃口吗？那倒没有，我下过敏。你多吃点。全都吃了，别浪费。我吃好了，今天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那我送你。啊，不用了，你脚不方便，就好好休息吧。
张泽对虾过敏，可他却没有任何反应。难道他真的不是？就是梁泽，可你为什么不承认呢？可惜春日拥有太多话，无法放下对你的牵挂，你教会如何爱上，却没教会我方向。可惜夏天拥有太多花，本应该在蝉鸣围绕的树下，却无人到场，真情话的真情。